这是资料，你看一下，我用 APP 的。 为产前产后的女性提供各种服务，我呢没有生过孩子，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所以从策划到提案，我都需要你。提成我给你按项目算。好，那最晚明天把资料给您。 小希啊，你赶紧过来吃饭，你这营养跟不上，这奶水能够吗？再说啊，你跟那儿噼里啪啦的，那领导能看见吗？妈，你先吃啊，我等会儿，我这是接了个新案子，要的特别急，今天晚上就得给。哎，我这脑子啊，一天不如一天，就怕耽误一会儿，把这些点子啊、构思啊都给忘了。吃完了，妈。 吃完了，嗯，我们宝宝也吃完了。你们那个薇姐，天天临说临了要安排活儿，早干嘛去了她？不是薇姐，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大佬安总，他那意思好像要招安我，但我觉得不太好。你说薇姐现在四面楚歌，如果我要去给安总帮忙，总感觉像背叛了他，不太好，不太好。那你现在干嘛呢？这不是没想好吗？ 但是安总说了，他会给我提成，估计这一单会不少，能有给6000呢，给6000呢，6位数。妈呀，那咱赶紧去啊，媳妇儿，现在就投诚啊！你为了我，为了大宝，为了这个家，咱也得去啊。再说你说了，薇姐四面楚歌，她现在自身难保。 咱得先把自己保住了。但是今天我才意识到啊，怀孕对于一个职场女性来说，并非百害而无一利。要不是因为我做了妈妈，今天这案子未必能拿到手。媳妇儿，你就放心大胆往前走，我跟大宝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。冲！ 你这么可爱，疼！这个这，数据在这儿呢。下一页，下一页。下一页，下一页。我刚跟陶若岩的经济团队聊完。 怎么说？我说，还是那个说法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咱们两个官宣。那你怎么说？我说得回来跟你商量商量。你没跟他们说我们的实际情况吗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但是人家又是代言又是片约，影响比较大。他影响大，咱们影响大不大？说了不是你走就是我走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 让你们别在街上嘚瑟，偏嘚瑟，锦兰拦不住。那人家陶若烟还把你合同签了，怎么不提呢？他们经纪人说了啊，不把这事儿解决了，就不来咱们节目了。现在都不是他们来不来的事儿。
是节目要不要他来，合同在我手上已经卡了两三天了。许文明确告诉我说要暂停讨论一个合同，他们邀请宫里。哎哎，公孙健进下一阶段了啊，小心点。咋的？哎，好好上。小心回风落叶，别站这儿。小马，过来顶一下伤害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在你后边呢。哎呀，被吸了，被吸了！哎呀，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你干嘛呢你？麦克，你真菜。麦克在吗？麦克，有人找你。输出，输出。麦克，小心后面，后面。哎，嘛呢？你们往后撤一撤！哎，真疼这一下。解控，教解控啊！快点的，嘛呢？能不能迅速点，反应快点？咱要不先撤一下吧，行不行？麦克，你菜的，我都不想说你。快点，扫码，快点！哎，姐姐，来了。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都打招呼吧，我妈。啊，阿姨好，阿姨好，阿姨好，哎哎，急火焚身上啊，走走走走走，快点，就差一点儿。麦克，输出他，小马，你不动了，嘛呢？迅速点，反应快点。你要干嘛呀？小马，带大家先到楼下餐厅等我，这。阿姨，嘿，别生气，阿姨，那个一会儿楼底下吃叉烧，我请你。什么意思啊你？你去公司干嘛去了？好奇啊。好奇你去慰安心啊？你能不能？我不能。你能不能收起你的控制欲啊？能不能就让我像前20年一样，让我自由的、快乐的生长，行吗？还不自由？这叫什么？这还不叫自由？你要什么，我给你什么。你给的是我想要的吗？啊，你想管我的时候就来管我，不想管的时候就送去寄存了，怎么着？我是你宠物啊？你说这话太没良心了，对你，对你爸，对这个家，我没有任何亏欠，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那你可真是多此一举了，真的。我爸不需要你，我更不需要你，我过得好着呢。咱们就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，谁也别打扰谁，谁也别干预谁，不好吗，徐女士？快递啊，谢谢。
成功给我发微信了，说林医生明天有空。节目组那边可能要停一周，到时候有没有人员变动，我还是不是导演都不好说。你们那边陶若言合同也推不动，咱们俩又莫名其妙成了别人吃的瓜。大码头还跟人砸伤了，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是一种预示。咱们俩结婚四年了，婚礼一直都没办。现在有了孩子吧，我妈从小就教育我说，人要顺势而为，别拧巴。你说咱们俩这么努力是奔什么呢？竭尽全力了吧？手里什么也没抓着。这真的是咱们两个想要的生活吗？谁呀？妈，哎，你这么早来了？哎呀，不是，放这我胖些，不是我怕我来晚了，到时候你上班碰不着你了，还没起床呢。嗯，再睡会儿，再睡会儿去。哎呀，睡不着了。我来，没事儿的。哎，你看妈给拿什么？什么呀？哎呀，看看，噔噔噔，看，噔噔噔。哎，哎呀，这都是腌制的东西嘛，没有营养的。人家专家说了，这有致癌物。哎呀，你老子吃了一辈子窝头咸菜，那身体比专家强多了。您呀。就爱捧着老黄历过日子。老黄历怎么了？老黄历说的都是正理儿。来，放吧。哎，我自己的闺女也没手艺，不会做饭，我还不得多跑几趟。哎，江宏凯天天在外边大鱼大肉的，这回到家里就得吃点这青粥小菜，好好的养养胃啊。要不这么着吧，你们俩没时间，妈过来，妈过来给你们做几天饭。保证把你们一个个养得水灵灵的。您啊，就别替我操心了。刘杰嘛，不是刚刚又怀孕了，安阳能放他过来呀、啊？你就是对你弟弟有成见。是，安阳他人是小气一点，可对你可是一百一。哎，就这些小菜都是他让我给你拿来的。他不是又让您来道德绑架我的吧？你说一家人说这话合适吗？你弟弟是没有你出息啊，没有你聪明，可他人不坏。啊，这钱呢，江宏凯已经给他了。现在他公司这种情况，您也是知道的，不景气。所以说咱们家这个欠条呢，该打也是要打的，理所当然，天经地义。
您说呢？嗯，哎，江宏凯现在什么情况？你爸和你弟弟就担心这事儿呢。你说他这事儿闹大了，这把这儿再给收了，再因为这张欠条把咱们家再给收了。妈，没事的，都会好起来的，别担心啦。嗯。是这么大的戏，不知道随到谁了。好了呀。啊，对了，还给拿点药啊，预防着点儿。安琪。啊？你出来。怎么回事？老婆，你不能吃饭啊，要麻醉，大夫说不能吃饭。九点半的号啊，两口子比约定的时间足足迟到了1小时03分，是不是来不及了？来不及咱改天。来得及，其实啊，我跟医生已经打过招呼了，就是得等等。那个弟妹，把你那个身份证医保卡给他，我带你去挂号。没带。带了。拿了。啊。那我先去看看嫂子。啊。走啊。愣着干嘛呢？好多人呢。来就迟到，你没看出来我不想让做这手术吗？不想你来干嘛？你是今天不想，还是永远不想？废话，就姚薇那脾气，你能说服他？我要能说服他，我来干嘛呀？我跟你说，你这人就这点不好，你不应该跟我嚷嚷。当然，你心情不好呢，我理解，作为你哥。我包了，你们谁挂？啊，他挂。啊，来，您进来。谢。干嘛呢？这样是没有作用的。那专家号我都挂完了。谢谢你，兄弟之间，你就不用跟我客气。走吧。啊。哎，瞅什么呢？地上有钱呢。身上老是不得劲儿，哎，腰酸背痛。怎么着？无功而返了吧？我就知道这个丫头心里没个远近。你这性子太软。要不怎么说得我去劝他呢？走之前还跟我这打保票，切！你也别去了，
安心他还一脑门子官司理不清楚呢。他那话你也信呐？这不就是为了哄着你把那欠条给他送过去吗？这丫头连亲爹都不信，怎么了？有话说呀。我有件事儿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那个，哎呦，这一路上我跟你说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因为那主心骨。就你这脾气，你早晚急死我。你说不说？你不说我问安心去了。哎，你别，你别去。那个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那个，说呀。我要是说了，你可别跟安阳说啊！快说呀！哎呀，你快说吧！不是他们，是，我是跟你回家说，回家说，听我跟你说。姐，你总算来了，下一个就是我们了。资料我都准备好了，你要不要再看看？不用了，都看过了，你就按照这个思路讲就行啊。我讲？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安总，这是不是太冒险了？我看过你的简历啊，你大学的时候还得过辩论赛的亚军，对吗？啊，不是，那都是几年前的事了。刘小溪，你想一辈子只做 PPT 吗？这个策划案呢，是你从头跟到尾的。对于母婴市场的需求，我上台发言是没有公信力的。生儿育女那些事，你肯定是里面最有发言权的。嗯，带团队，你说你们不成长，公司我一个人干好了。好，安总，我试试。好呀。您二位是雨果商务部的负责人吧？是。现在可以去进行笔稿了。哎，好。爸，这大清早的，你又是跟谁过不去呀？我跟您说，我姐不喜欢我来公司找她，这要让她知道了，您甭说这张欠条了，我以前借的钱也得给我抽回去。钱，这天都快塌下来了，你真是。非法闯入，请双卡。您好。哎，找一下安心。您好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找我闺女还用预约吗？那也需要预约的。大公司都这样啊，那个什么，您受累，找一下安总监。麻烦您二位拨打一下安总的电话。电话又能打通，我还能来公司找他吗？请问他具体部门是？这哪部门？不是，你是不是新来的呀？安心，安总，他可是你们这儿的老总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边需要知道他具体的职能部门，才能用公司内线和他联系的。跟这姑娘你也说不清楚了，咱们直接上楼。大领导都有自己办公室，上楼一问谁是安心，不就完了吗？真是，二位去找安心的？对啊，看着吗？他就比你有前途，这叫眼力劲儿，学着点啊！我是他弟，你是他下属啊？哦，是这样，二位应该还不知道吧？安心现在不在重型任职。这么大的事儿没跟家里说呀？我闺女没事吧？没犯错误吧？您是安心的父亲？是啊。哦。是这样，叔叔，安总是正常的离职，他现在已经在雨果那边任职了。您二位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？需要不需要我跟他联系一下？我打十个电话没打通，你能打通？这样，我跟他联系一下。喂，安总。什么事啊？啊，是这样，这个……哎，你什么情况啊？合着家里人电话你不接是吧？你在哪儿呢？我有急事找你啊。是这样，安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。我是在公司楼下碰到他们的，他们应该还不知道你已经离职了。我感觉他们有急事，他们两个挺着急的。要不您就这边……你能帮我处理一下吗？让他们赶紧回家。这丫头是铁了心了啊。叔叔，这样，我一会儿还有个会，安总现在应该也是在忙，要不二位先回家，等他忙完了再说，好吧？不是，这在哪儿能堵住他呀？您这是去哪儿啊？哦，我是去开发区那边办点事儿。捎我们一段呗。谢谢。好，
走走走走啊。爸，自打一把把我从床上拽下来，这一路就气冲冲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，我也得知道一二三不是？您可倒好，光知道找安心，找安心干嘛呀？你姐呀、啊，这个没心没肺的呀，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。钱？不是，你那是不是海沙摄影说我呢？没说你。那是谁呀、啊？是不是江宏凯出什么幺蛾子了？小伙子，你安心开车。哎，好。这老小子没安好心，要跟你姐假离婚。离婚了？假的，假的。待会儿再说。现在去你姐家堵他。他现在是满脑子进水，就喜欢跳火坑。我姐家也不是这方向，六点才下班呢，你脑子进水了？哎哎哎，小伙子，哎，靠边停车，我在这儿下。啊，不是叔叔，现在还没到那个开发区呢。没事没事，我这有点业务。您能有什么业务？啊，叔叔，就是前面是吧？哎哎哎，好。饭吃了吧，我吃了。没问你，你媳妇儿吃了吧？不是你发微信跟我说要遵医嘱，手术之前要麻醉，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。对呀，我跟你发微信就是想跟你说，这是个拖延时间的方案。咱俩是一个爹妈生的吗？差别这么大呢？行，还是等你嫂子吧。是他呢，叫你们早点过来的，看能不能帮上你。真的，怎么不早说呢？之前跟我通过气儿啊。你嫂子说你这人心理素质不行，太实在，早告诉你，我觉得可以。对了，那个明天啊，恒星跟流星送到你们家。这个戴蒙他妈明天走，家里没有人照顾。你放心吧，嫂子把这事儿给我整明白了。恒星、流星我一直带着，我给他们养老。那倒不用，想要孩子还得靠自己生。啊，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没事吧？没事，伤口得疼一阵子。程亮很伤心吧？他就是尊重我的意愿，但那你就舍得？明年出生的可都是金娃娃。其实我也犹豫来着。但现在确实不是最好的时间要孩子，这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的门槛，哪有什么时间是最合适的？一拍脑门说生就生了，真的。我还以为你经历过这一遭，回去我不要了。怎么会？孩子，多可爱的生物！你生了就知道了。我都老三了。我这子宫啊，确实也应该允许他淘汰，这都不是事儿。我像你这岁数，流星都出生了，你看现在多可爱。主要吧，陈亮那节目呢，声势未卜，我是有前后假期的，我不是自私想着我那点事业，是。不想这孩子来的一点准备都没有，这我第一个孩子，我
我还是想给他好一点的生活。其实你也知道的，我们家老大来的也不是时候，当时成功要评职称，我在公司里呢也算不上什么大领导，但手底里也一摊子事儿呢。告诉你啊，我谁也没说，后来我自己跑了趟医院，我心里想着跟他告个别吧，谁知道检查结果一出来，我盯着化验单上的小黑点儿。我当时就哭得稀里哗啦，我怎么能这么自私呢？这小玩意儿一心选择了我，我却想着怎么离开他。后来就看着我们家恒星，我就想当初我要做了蠢事，我真应该把自己了结了。这夫妻俩终究是不能陪对方走完一辈子的，总是有那么一个人会孤独地留在这个世界上。你看我现在多好啊，我现在有恒星、流星，还有这个小家伙，不管怎么样，总是会有一个人可以陪着我，或者是成功。为母则刚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不光是他选择了你做妈妈，也是你选择了他。小薇，现在选择权就在你的手里了。关于这份策划案上还有一部分没有写到的，我还需要补充一下。我看过市面上所有母婴 APP 的方案，大多数都是以婴幼儿产品为主，宣传上也都凸显了母亲这个词的概念。其实作为一个母亲，我更希望在这个范畴上增加一部分关于女性用品的宣传，比如说一些孕妇化妆品，适合产后使用的塑身营养品。因为作为一个母亲，我其实也希望自己在生活中被关注、被需要，单独作为一个受众群体，而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买买买。这也是我们这次希望提出的理念，撕掉固有的母亲标签，将母亲仅仅作为女性受众的一种身份。除此之外，更需要凸显女性单独的需求。说的行吗？以后讲稿都归你哦。啊？怎么不想一直跟我干下去？不是不是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也不错，你们之前的表现也很好。电梯间等我。好的，安总。是啊，以后我们长期合作，没问题。好巧啊，师姐。你们聊。好，安总。嗯。来抢活啊，欣姐，啊，陆总，那我先过去准备。好，你先过去。巧了，师姐，不知道您也在。刚听说你们刚才的策划案非常的有新意。今天的事叨扰你了。啊，没事儿，小事情，别客气。我们家呢，情况挺复杂的，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急事找你，也很关心你。我先走了，好好别搞。好，哎，师姐。
我觉得有些事情可以多听听家里人意见，毕竟他们是过来人，也都是真正关心你的人。没想到你除了擅长笔稿还擅长做调解员。师姐，非常高兴这次的对手是你。走了。里边请。没跟你说什么吗？我是学校姚薇。啊，这呢。没吃饭，没喝水吧？啊，没有。好，走吧。哎，家属止步，在外面等着就好了。我知道。是吧？孩子7周就能听见心跳了，你这也8周了，听听吧，毕竟你的孩子，也算告个别。听什么？孩子心跳啊。其实这是你们自己决定的，但是例行公事呢，我也说一下，这个手术一做可就不能后悔了啊。会疼吗，医生？全麻，不会疼的，不用担心。我是说他会疼吗？他还不是一个成型的个体，不会疼的。那一会儿您能不能对他轻点儿？不是我说说你们啊，明明舍不得，干嘛非要做这手术呢？这多少人等着盼着都没个孩子的影儿，生孩子是有危险，养孩子也没准的事儿。但是你看这医院那么多科室，
哪个不愁云惨淡的呀？也就是我们妇科还有点笑模样，过程虽然痛苦，那结果肯定欢天喜地呀。这夫妻俩终究是不能陪对方走完一辈子的，总是有那么一个人会孤独地留在这个世界上。你看我现在多好啊，我现在有恒星、流星，还有这个小家伙。不管怎么样，总是会有一个人可以陪着我，或者是成功。我爸从小就教育我，说人要顺势而为，别拧巴。你说咱们俩这么努力是奔什么呢？竭尽全力了吧？他手里什么也没抓着，这真的是咱们两个想要的生活吗？为母则刚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不光是他选择了你做妈妈，也是你选择了他，选择权就在你的手里了。